女王的宝藏，要做什么？她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 要做什么？等着坐牢吧！好的。
我的手牌满了。好的。 剩不多了，我要是勤勉的容易多了。我吞了你的骨头！我抛弃了一切，你又牺牲了什么？ 没有牌了！战人，大雕雄魂，惧破坏兄弟的性命，连命攻击。 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
我不会对你的罪行视而不见。 局外吞了你的骨头，小孩子的把戏。 有同学知道辛艾萨拉在哪里吗？
抛弃了一切，你又牺牲了什么？顽皮的可怜虫！无价的宝藏，无价的宝藏，惧怕我的战刃吧。要做什么？我不会对你的罪行视而不见。那是他的监牢，而我是狱卒。谢谢你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赶紧自白，接受大家的誓言。最高的战士定给敬明。谢谢。严密攻击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